嗨，可以给你拍个照片吗？节拍，一分钟就好了。一分钟。对，就在这里。我不拍，你拍。来吧，来吧，很快的。可以。那是会发到哪儿吗？啊，我给你看一下啊。好吧，非常好。我这边有录视频，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这个，可以先给我看一下吗？到时候，是直接就放上去了？不是，就是剪视频很费时间的。如果你再看一下又不行的话，这是一整个所有的是吗？不是，我是剪那个一些精华的。哦，可以。怎么称呼你？钟小姐，对，我叫徐旭东，拜拜。嗨，可以给你拍照片吗？街拍。可以。OK。非常好，我这边有录视频，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可以。怎么称呼你？杨女士。杨女士，小杨女士，我叫徐旭东，拜拜。